要不行了，就是往晚上看了。对，要看。现在就是正常晚上这边不能进站。现在正常，正常你可以在。现在位于游船北侧的龙阁为超然楼，是大明湖的标志性建筑。东护城河船闸主体长为42.78米，宽为22.8米，采用一字门式闸门。它的建造解决了大明湖水位23.92米与护城河航线水位26.5米。现在看到的，那好小啊！是个野鸭子吗？桥连一脉，有水的地方就必定有桥。前方即将通过的少年路桥，宽达66米，是重要的交通枢纽，也是沿途经过规模最大的一座桥梁。水隔一方，桥连一脉。水的地方就必定有桥，前方即将通过的少年路桥宽达66米，是重要的交通枢纽，也是沿途经过规模最大的一座桥梁。驶入风光秀美的大明湖风景名胜区，转弯处连接两部分水域的闸门为防洪闸。因汛期时护城河水位远远高于大明湖水位，为防止倒灌，特建此闸门阻截水流，确保泄洪安全。
北部，有全城明珠的盛誉，是济南三大名胜之一，其历史悠久，景色宜人。有文字记载，鉴于距今1400多年的北魏郦道元所著《水经注》中，洛水被留为大明湖，西即大明寺，东北两面则无。古时大明湖称莲子，丽水杯西湖等。宋熙宁五年，时任齐州知州的曾巩为防水患，军营修渠，建北水门，遂成今日金门出入姓。金代以后，史称大明湖。明清两代，修筑亭台楼阁，直河众流，形成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秀丽景色。齐州知州的曾巩为防水患，竣湖修渠，建北水门，遂成今日基本雏形。金代以后，即称大明湖。明清两代，修筑亭台楼阁，直河众流，形成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秀丽景色。川南岸的部分为大明湖的稼轩幽韵景观区，由稼轩园、峡园、葵墟书藏等景点组成。稼轩祠是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的祠堂。辛弃疾源自潭浮，后自幽安，历城人，中年名所居曰稼轩，因此自号稼轩居士。辛弃疾存词800多首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新词的基本思想内容。他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、爱国者、军事家和政治家。稼轩祠东为峡园，建于清宣统元年，由山东提学士罗正军主持建造，原为山东省图书馆一部分，解放后划分为独立的院落，内有玉佩桥、明代吴赞宗小篆乾卦碑等，园内假山林立，池塘环绕，花木扶苏，被称作济南第一标准庭院。峡园与稼轩祠之间为葵墟书藏，葵墟书藏建于1935年，现为省级保护文物，其意为葵星主旗，虚星主路，七路之分也也。此处还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日军的守相点。Thank you.
我还真不清楚，回头我问问吧。平常咱我这边开这开的少啊。我问问吧，俺这一般很没弄过那玩意儿。啊，没有啊，基本上没开。那边九排，这边八排，是头名之前。八排六排。好嘞，嗯。穿过正义桥，游船北入围秋岭海边景观区，由秋岭园、天溪水面亭、秋岭人家等景点组成。秋岭园是为纪念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珍所建。王士珍又名王玉阳，别号玉阳山人，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，累官至刑部尚书，是著名的清官廉吏。据历城县志记载，王士珍曾在大明湖畔秋柳园中会友赋诗，写下轰动大江南北的秋柳四章，句句行柳却不见一个柳字，极富神韵，独创诗坛神韵说，被誉为一代宗师、文坛领袖，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、文学家。穿过秦英桥，游船驶入明昌城中景观区，由钟楼遗迹、明湖居、老舍与济南禅馆等景点组成。明湖居始建于1890年，是济南知名度最高的曲艺演出场所。清末小说家刘鄂的《老残游记》第二回：骊山山下故地一宗，明湖湖边美人绝调中，有描述黑妞、白妞
于明湖居唱梨花大鼓的场景。重建的明湖居利用传统文化资源，深化国人对文化遗产的认识，提高文化自觉性，对于弘扬传统曲艺文化、恢复济南曲山艺海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老舍与济南禅馆设立于原学院街12号。老舍先生曾在济南工作生活过长达4年半的时间，所以济南被他视为第二故乡。他把一个山水秀丽的济南活脱脱地写进了济南的秋天、济南的冬天、大明湖之春、鲍都泉的欣赏等著作中。游船现在所处区域名为七桥风月景观区。关于七桥风月，有史书记载，由北宋年间齐州知州曾巩所建。七桥曰水溪、湖溪、北池、百花、洛园、鹊华，而现在大明湖新辟的七桥，除洛园桥被丘陵桥代替之外，其余桥名均以古时称谓。七桥风月，景观独特，形态各异，环立于明湖之中，似彩虹卧波，烟雨朦胧，如梦如幻。坐这样应该是从晚上坐的，差不多是。好看，那也挺好啊。你要是不行啊，就是往晚上看，对不对？要看。现在就是正常晚上这边。现在位于游船北侧的楼阁为超然楼，是大明湖的标志性建筑，也是超然致远景观区的载体。超然楼始建于元代，历史上被誉为江北第一名楼，由于年久失修，原楼已不存在。2008年，大明湖扩建工程开工后，寻其旧址得以重建。楼体顶覆铜瓦，古朴典雅，楼内汇集全城揽胜、济南八景等木雕作品和鲲鹏展翅、万马奔腾、龙头九里等根雕作品，配以壁画、图片、文字等形式，体现济南全文化、城市园林文化及老济南的民俗文化。游船即将穿过鹊华桥，驶入小东湖水域。小东湖原为大明湖的一部分，北宋曾巩修百花堤时，将湖一分为二，此湖位于百花堤以东，故而得名。与大明湖相比，小东湖显得纤小秀雅，娇嫩而不失端庄。湖边堤岸曲院，奇石嶙峋，古柳摇曳，翠竹成林，绿树丛中一栋栋仿古建筑，古朴典雅，各具特色。小东湖中主星罗岛、瀛洲岛、白富岛、放鹤岛点点含翠，是许多水禽栖息的乐园。前方到站超然楼船站，请在超然楼下船的游客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，待游船平稳后下船。
感谢您的本次乘坐，祝您旅途愉快。穿过前方的丹孔石桥，游船驶离大明湖景区，即将驶入东护城河航段。前方即将穿过东门桥，全程的护城河最初完全是绕着大明湖而流淌的。护城河有四座城门，它们是百姓进出牢记南城的必经之路。根据特殊的地势，济南城的这四座城门互不对称，这种格局在主外建筑史上都是不多见的。老城门在明代时曾有重修，但不对称的情况并没有改变。东曰喜川门而偏北，南曰骊山门而偏东，西曰洛源门偏南，北曰会波门居中。
游船前方即将通过东护城河船闸。您现在所看到的瀑布景观为东侧河段建成的一座节制闸，宽14米，采用卧倒门式闸门，其功能是为保证上游水流的正常流淌。东护城河船闸主体长为42.78米，宽为22.8米，采用一字门式闸门。它的建造解决了大明湖水位23.92米与护城河航线水位26.5米之间2.58米的行船高差问题。现在为您简单介绍一下卧闸过程。游船驶入闸室，首先等待下闸手闸门关闭，随后室内水位将由黄色标示线升至红色标示线位置。待水流平稳后，上闸手闸门开启，游船便可安全驶出船闸。游船通过船闸的过程由控制室内的计算机全程操控，设计的过闸时间为5到6分钟。船闸外装饰采用园林景观特色，闸侧种植苗木，形成绿树阴阴、鲜花点缀的景观生态环境。的正常流淌，东护城河船闸主体长为42.78米，宽为22.8米，采用一字门式闸门。它的建造解决了大明湖水位23.92米与护城河航线水位26.5米之间2.58米的行船高差问题。现在为您简单介绍一下卧闸过程。游船驶入闸室，首先等待下闸手闸门关闭，随后室内水位将由黄色标示线升至红色标示线位置。待水流平稳后，上闸手闸门开启，游船便可安全驶出船闸。游船通过船闸的过程由控制室内的计算机全程操控，设计的过闸时间为5到6分钟。我们那个时候看的是从船闸外装饰采用园林景观特色，闸侧种植苗木，形成绿树阴阴、鲜花点缀的景观生态环境。船闸原理都一样，都一样的，所以说需要时间呢。对，那个闸比这个闸大呀，但它很快呀，比这个闸大呀。嗯，你还看三峡的也就不是5、6分钟嘛，你三峡不是？这够意思，我们很快嘛，我那天做完了。你那是三号闸，三号闸最快。三号闸，我那天做的全部三号闸。那是三号闸，三号闸。你这样升上来的吗？啊，水几斤的？我这是我们是从下游到上游。对。不一样，我们在博光闸打开是从。我们要从上游到下游。对。不，你返回的时候就是从下游到上游了吗？你看，但是你看的是那样的。你看，你整个时间还开门，他走单线的，你要进来没了。所以你以后游上民国，要么运营船非常麻烦。你看着你出来以后，外面的船还是非常多远的地方等，不能在闸门口等。对，要不然你会不过呀。是。那开了，他咱们水性平了。必须上下落差是水是一样平的，船才能通行。有落差你怎么爬上？就跟爬梯子，你爬不上去啊。路可以通到下面。哪有人说、啊？六分钟。
啊？六分钟。现在已经六分钟了吧？不，现在五分钟，五分钟多一点。整个打开应该六分钟。有那个？六分钟。北京那个长得这个长大多了，大多了。六分钟还可以接受，五六分钟还可以接受。这是一个好风景啊，对，这是绝对到亮相，你看过的人肯定觉得这个很好玩。现在看到河西两岸的是以水生植物和山石结合呈现出的湿地景观。湿地在城市生态系统和景观体系中是一种稀缺资源，其作为陆生和水生生态系统的过渡地带，可以说是城市景观单元中最重要的近自然空间。岸边设置有木栈道，为市民提供了亲近自然、亲近泉水的空间。现在看到东侧河岸的水车造型，是恢复的老水电站景观。1935年，东湖城河上修建了一座水电站，当时它的发电能力较小，只有10千瓦左右，老百姓俗称它为水磨坊。水电站白天发电，用来加工粮食，夜晚则给当时位于东湖城河附近的几家单位供电照明。这次恢复水电站是对老济南生活场景的再现。船前方即将穿过兴华门桥，
前方即将穿过青龙桥。在我国古代天文学中，二十八星宿按东西南北方位与四种动物形象相配成：东千龙，西白虎，南朱雀，北玄武之说。而在《淮南子》天文学中，也有“天神之配者，莫过于青龙”，遂将这座东护城河上的老桥命名为青龙桥。现在行驶于东护城河段，东护城河两岸运用起伏的地形、山石的叠加、各类花木的配置，意在突出济南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的不同景致。自北向南依次为东景园、春景园、夏景园、秋景园。东景园内遍植松楚梅，严冬到来之时，青松傲雪，腊梅吐放。春景园内绿荫如带，紫藤枝干盘旋，杨柳吐絮，桃粉离白。夏景园中，流林绕屋，紫薇生辉，夏木阴阴，绿杨林立，曲径深幽，岸边水榭临风。秋景园中则是枫叶如丹，秋实累累，形成春华秋实的景观。